没事儿干了是吧？林俊，有件事儿没跟您汇报。说，胡金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了玉石碎片。吴刚是做玉石生意的，他曾经收了一对有年头的玉石挂坠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把一块给了吴振峰，另一块给了我。这个玉坠合起来是个完整的，分开又可以单独佩戴。这个碎片，我拿去鉴定过了。 和我手上的玉石材料是相同的，所以我判断应该是吴振峰身上掉落下来的。我认为吴振峰他回来了，所以我在早上的会议上提出将胡金山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。一会儿出去物证归档。林局，一堆结果出来了，胶囊里面主要是面粉，还掺了一些葡萄糖。尿检结果是阴性，没有吸毒。好，交给刘队。是。 警察就到了，我怀疑是他点的火。我这儿已经不安全了。这样，晚上你去九层库，让那个叫峰哥的给我永远闭嘴。星河，我不沾人命啊！没让你杀人，胡庆山就是他杀的，你去那儿做个局，把他点给警察。他杀的？把你手上的货全部给我弄出来，一粒都不许留，记住，是全部。宪哥。 胡庆祥那人我给你找到了，我号叫峰哥。证明不知道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我到外面打听的。消息可靠吗？不一定。他联系上我了。今晚我会和他见面。好。今晚见面认清他，记住。 货都带了吗？货都带了。一会儿动作麻利点儿，见到人打鱼鹰，撒点药就点给警察。大哥。
两个人带这么多货干嘛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送完之后赶紧把货送给星哥，警察已经盯上我了，你们最近也都消停点。陈宇，你在哪儿呢？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一个郊区的废弃化工厂。现在老板跟里面的人已经接头了，有没有武器不确定，我怀疑他们很快就会进行毒品交易，你赶紧去申请支援，听到没有？行，你把具体位置发我手机上啊，我现在这个事情你就只跟刘队汇报就好了。八宝那件事肯定有人做了消息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快点。兄弟，你不厚道吗？点我，可惜了。没想到你人脉那么广，这么快就出来了。那你为什么要点我？要不然你永远只会认为我是一个卖散货的小偷。刘队，陈宇，陈宇是我。刘队，他们开始交易了，但是里面太暗了，看不见是谁。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等我们支援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是。咱们谈谈案子吧。你认为新型毒品案跟 K 有关联吗？您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这里边应该有联系吧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那我就如实汇报。其实这个新型毒品案，它只是一个引子。这些年在云河，我有我的部署。我一直在做着，我想通过这个新型毒品案，将运河界内所有的贩毒团伙全部铲除，包括 K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？不方便。陈副总队，对不起了。根据组织保密原则，我也只能说这些。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打算部署到什么时候？我希望这个新型毒品案件和 K 集团案件可以同时结案。一个月，有把握吗？陈副总队，说句心里话，
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。我投下这身警服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云河县还有任何的毒瘤存在。但是你也清楚，我们云河地理位置特殊，人口结构复杂，所以我做不到快刀斩乱麻，我只能是小火煨高汤。只有把云河境内所有的贩毒团伙组织架构都摸清楚，我才有可能做到一网打尽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托词，还是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所看到的就是，自你就任局长三年来，云河县禁毒形势的严峻。当然，客观理由会有很多，但都不是我们工作不力的借口。你同意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还有几个月退休？你想干嘛？不要货，我要很多货。那你也不至于杀了胡庆山，然后点我的店报复？没杀他，少装蒜。黄大仙都告诉我了，胡庆山就是你杀的。胡庆山是黄大仙杀的，你们这是要给我做套？明着告诉你，今天是要点你的，上！
刘队，在车里发现个手机，但是外部受损太严重了，不知道数据还能不能恢复。可以交给我，让他试试。林局，林局，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不汇报？为什么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教育了，根本来不及仔细部署。是我的失职，我先检查。先检查，先检查有个屁用！人死了，线断了。一个月啊，你们都清楚，一个月的期限。对不起，林局，叫人去了你办公室的人，没看你没接。打报告，详细的报告。谁啊？进。林局，什么事儿？报告，我再次申请将胡庆山案、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。林局，我刚刚去了物证科，你看啊，这个是胡庆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的玉石碎片。这个是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发现的玉坠，这证明这两个是同一个人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吴振峰的，所以我基本判断吴振峰他回来了，因此我再次申请并案处理，同时全线通缉吴振峰。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突破口。这些跟刘队汇报了吗？案子太大，我想直接找你。无证归档，出去。什么意思？您同意我的建议吗？不同意。你分得清楚什么叫证据，什么叫猜想吗？动不动就通缉，多大动静啊？要耗多少警力？你想过没有？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找人鉴定过，这两个材质是一样，他就是吴振峰的。谁给你鉴定的？有没有司法鉴定资格？符不符合司法鉴定标准？那也不能放着线索不去查吧？这两个现场都发现了吴振峰的玉坠和碎片，他就是证据。好小子，听好了啊，三年了，一千多天了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吴振峰的？有没有可能丢失？被人抢了、偷了，主人把他给当了，中间要过多少手？想过没有？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峰来过了呢？林局，我认为他就是吴振峰，今天现场跑的这个一定就是他。证据要确凿，你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。有一定的观察能力，观察到细节了，证明你是一个好警察，你动脑子了。但是司法证据不是靠单一的物证，而是靠一个完整的证据链，你有吗？拿出来给我看啊！上大学的时候教官是这么教的吗？现在就凭一个现场的物证就来主观的臆断来猜想，这样办案带来多大的后果你知道吗？这要害人的。那个，刚才我有点冲动啊。陈爷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啊，没别的，就是一个老警察，想跟你说两句。你们现在在断案的时候要想得深一点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现在这个状态多忙。
哎，等等，无证归档。振邦，是这样的，在吴刚的死亡现场，我们发现了10公斤的海洛因。我们来就是为了通知你，我们会对你父亲吴刚的尸体进行尸检，希望你理解。你们在怀疑什么？怀疑他身体里有毒，是吗？不限于毒检，也包括他身上的刀伤、枪伤。都得验，是吧？该调查的人不应该是我吧？该调查的应该是您。云和信现在毒品那么猖獗，你作为一个局长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我刚上任，你在禁毒大队当大队长8年呢。如果我爸是毒贩，你早干什么吃了？吴振芳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所以我希望你接恩。陈警官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不是说了吗？10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，自己一个人挺危险的。我有钥匙。在你的辖区内，怎么可能不安全？听说你重新回禁毒大队了，特意等你回来好好庆祝一下。别愣着了，快去洗洗澡，等下我们煮宵夜。怎么还愣着？快去洗澡啊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，只提取到了一处指纹，很明显，这个凶杀现场被人为的修饰。手表肯定是同一块玉石上的。3年了，1000多天了，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峰来过了呢？新型毒品案，我请 K。今天早上，你们在微想餐厅查到了新型毒品，我马上就找到了老爸。
是想让他帮着打听一下大黄胶囊的源头，还有胡锦山的死因。爸，见过吗？这个东西伪装成这样，只能在药房里买。你是开药店，你告诉我你没见过。林局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林局，我改过自新了。好，我现在打电话叫人过来。见过，见过。有吗？林局，我这儿就两本。这个还是我以前的两个小弟拿给我的，说是新做出来的东西，借在我这卖的。我一直锁在柜子里面，我一颗都没敢卖啊，真的，一颗也没敢卖。味享餐厅，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再说一遍。知道知道。死的人叫胡兴山厨子。谁杀的？我不认识。我真不知道。那就去打听。谁做的？在哪儿做？谁在卖？整个的销售网络我都要清楚。这我怎么打听？我早不干了，我哪人知道那么多？重点是谁杀了胡庆山？林局，你这是要我死啊！下次联系我用这张卡啊，给我拿几盒地平片，最近血压又上来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老爸被烧死的现场有这么多的新型毒品，所以他见到警察才会不顾一切的跑，造成这样的后果，是他罪有应得。开华，他以前只是一个小贩子，一个小小的零售贩子，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毒品？不可能啊！他一定是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事情他没跟我交代？所以说，下午我们在药店没有找到药，是你通知的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让他去打听大黄胶囊的源头。这事还有谁能给你作证？你怀疑我？他，凯华，你干禁毒这么多年了，保密条例你应该清楚的。林局，人死了，在现场发现那么多毒品，你怎么解释？陈副总队还在云河，你怎么跟他解释？他会信吗？你信吗？你发什么呆啊？一只水饺，一只虾，你最爱吃的。你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？你不是一直想回禁毒大队吗？准确的说是抽调。我告诉你啊，到了禁毒大队可不比在派出所，挺危险的。你性格又不是我哥那样。我学的专业就是禁毒。那你还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我今天被邻居批了一顿，不是，两顿。我零吧。你知道当年他为什么把我扔到派出所，打了3年的片警吗？我不知道啊，
我只要三年前我要把楼上租出去，我哥就把你介绍过来，说你是他同事，我就租给你了。那是我刚刚报到到云航，因为境外毒贩的一场火拼死了人，死的毒贩刚刚是我小时候的邻居，他儿子来奔丧，因为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关系，组织上安排我陪着他，看看顺便能不能摸出一些线索。我爸爸不可能是毒贩，他不可能犯了我。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之前，我们还是得保持对他的怀疑。证据是吧？告诉他，告诉他证据，告诉他我爸不是毒贩。你说，吴正科，你冷静一点。记得这个吗？啊，记得吗？你的那块还在吗？看着他，告诉他你小的时候我爸怎么对你的，他不可能是毒贩。你说，吴正科，我们了解的情况。你们一家跟他已经分开15年了，15年足够漫长，15年也足够改变一个人，让他变质。这个谁也担保不了，对吧？还有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希望你到局里来一趟。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你父亲的社会关系，他的资金流动情况，还有他的公司经营。你是刚分配到禁毒大队的陈宇是吧？是。我知道，你之前就认识他，做了他的思想工作，啊。我们从小就在官图长大，在我10岁的时候，他们全家就搬到了云航，做玉石贸易。他爸还在我俩分别的时候，把一对玉坠分给了我俩。现在想想，做玉石生意就是个幌子。我让他听到了我们的抓捕计划，我们的抓捕对象。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他打乱了我们的部署，导致了我们的抓捕失败。之后，他又独自追到了境外，追到了他父亲境外的玉石店，才有线索。为了将武夷广场的事情说清楚。我向上级申请把吴振峰追回来。喂，喂，走了以后有人来过这里没有？他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边了是吧？全在这儿了。吴志峰，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被停职了，我们大队长还重症病房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查什么？你查到什么了？以后这个店就交给你了。你告诉我查到什么了？我提醒你，这是在境外特区，你没权利找。吴振峰，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你杀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你们就没有愧疚吗？本来可以抓到毒贩的，你为什么去？这什么？我相信你们。把证据给我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放开！你去哪儿？
让一下。哎，陈秘书，我为什么要让一下？起开！有事儿，有事儿你就好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行了，赶紧的。话说开了，别动。没事，没动，你动了我。刘德华，你到底要去哪？我把这个带回来，你父亲的死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相信我。跟我回去，走，跟我走开。走开，走开。风之后吹来无尽
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成重，多为是燃烧烈火熊熊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，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压关起腰中为你守护，心深处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前难